我俩妈一别，不一定说肯定，局势肯定是得要对掉了。你是光头，你们是个局势肯定要对掉了。他们都不要，你再叫我提走。哎，你咋过来了？没事儿来看。咦，我来，你瞧。你能累我高手？你都跑哪去了？啊，你怎么知道跟他去了？要塞这儿都没有去，是吧？那要回来？哎，难我，哎，这我不自条，你自条，嗯，你自条就行。一元我就行了。撤了。还可以吃，不吃啊？大串儿，大串儿是对气吧？嗯，这个平替，第三箱都没拼了，第三箱都拼了，拼了哎，这不咋的，你还不是跟他合影的？咋都这样了？没事，瞧跑了，都完了吗？这气不愿意给他瞧，不愿意给他拼啊！全都完了，他弄的都抽了三十六十个，抽了就行。你瞎了吗？吃局，我的妈！吃局都香了，这气都假的。加了个钱，加的了。上班。上班的工资。哎呀，没有水喝了，就是，渴了。你跑这，你不去那还得跑这干啥？我跟他鸡不瞧你发来。都来。嗯，剩下的喝着。啊。四张桌，可能。这外边比较凉快，这外边。那六张桌子，八张桌子。四角吧，十条炮当了吧，十条炮对着干呗，十条炮我怕他了，十条炮有啥害怕的，十条炮对着干呗，打着他妈，那炮打这儿了，一样，去跑吧，你跑我妈，你去跑我妈也跑，你跑了把我妈杀了，妈打你了妈呀，还没去呢，叫打妈的。还是我先说，两码总没有，两码总没有起头。他打了，他给我去踩了。他打了，他又给我踩了。我还打他，推不起，推不起。你看看，看看推起来咋样？他这踩，站起来，他打吗？你打吗？他两码。他推有抱着就完了吗？还？那边不还打着吗？最后他下次踩着就行了。我踩一下儿去。那我病中好啊，你家妈还不老头儿，我病中比你还好点儿呢。就是局出来一点完了，我这局出来一点完了。局下午刚喝药是吧？搞黑二，搞黑二没啥用了，搞黑二不灵了。讲了都不干，他妈不让他吃了，让他吃了。干嘛？讲了都没法办了。讲了都把明瑞吃了。准备点穴他吧。一点穴他吃你。这三百万等你。上班怎么跟他跑？把炮给晒了。那你卧槽他吧，
我车能啥时候不好办？我车我没好办嘞。妈包着兵了，包啊，包着让包吧，把周明包着吧，周明包着吧，公苗给他打上床了是吧？正好在床上都完了是吧？嗯。他去啥桶子去跑票？你看他腿合眼吧？那不剩刚才直接就合眼。我想他要站队了，给我对了，他不给我对。啥？再站那你都供着兵了。不知道他不给我对了，我说他打我字了。我说他给我用对了，他不用对了，他不给我用对。瞧了这，都打一步去，瞧了瞧了。不听他瞧，我瞧俩别人中，管他。瞧了瞧了，瞧了。小球吧，瞧吧。整俩别人脱了。还可以瞧，再瞧这鱼，把鱼都瞧完了。可以，你再瞧要都成都没病了的。三军主力不拿出来呢，生啥气了？瞧不了，想瞧也瞧不了。瞧不了不瞧，瞧他的局，瞧局，瞧他的局也中啊。把俩窝心马鸡巴能挑出来，倒好说点儿。啊，他应该还把那兵挑了，然后再把这兵挑了，鸡巴连着挑了四个兵。哎，他还是打的很好，他还是直接站来。他陈忠明，你陈忠明，你现在鸡巴都跑出来了。因为陈忠明，他一站来，我陈忠明，他掐我，我就走着跑。嗯，这跑好吗？好着。现在这一上将，鸡巴可老实了。这又是错了。哎，还这真没有很大的优势，有刚才对他俩兵，不就是多大的优势？要多大的优势？分别到底破兵的，优势很大。完了吗？慢慢走呗。先打呗。慢慢走呗。全过来了，就全过来一天。数据，那都肯定怎么？能要钱吗？钱就是。拼呗。为了拼，打够了。一个月的奖金。什么等整枪打周瑜了？什么等你来？整枪打他就看来又一中了。要注意，他都一再等你换双枪。我敢打周瑜能？打我多他俩兵儿，多他俩仨兵儿了，多他俩仨兵儿都可以拼局了。多仨兵儿绝对有拼局。打了。这个真是不错了，应该是要拆我，不拆是六中炮，拆红包聊腿，不拆打不来行。啥嘛邓局？腿局腿局。嗯。这啥嘛邓局？邓局，这邓局我你妈做明菜嘛？病，我局退役了，你咋邓局？他局退役，我老着呢。他还让我我不退炮，别你啊，别你干。退役他退役吧，那你咋办？那你不能我退改呀？他也退役呀？我退不？他也退不？退他肯定得交完了，肯定红旗好点。不能跑别的，放倒。今晚多个扎中兵了。腿腰这样子，腿腰给你撕腿。嗯。记得给撕给你腿。干嘛撕腿？
可以说好，可以吹个事哈，找个事别去。先把瓶子这些瓶子都喝了。没事。先把瓶子这些瓶子都喝了。拼拼了吗？想拼拼，不想拼，我也不拼了。不拼我也不拼，我也不想跟他拼，我过不着。上完拼我过不着。一斤哪有一斤轻？多着点，上班我也可以过度，想拼可以过度。有点大病啊，你看这血。我，那个别的大的公马不公牛，别的公马是跳的。一把大马马，你说这跳马从哪去的，还是从哪里去？站死的。他我平时别的马，那马没多少去，还能回到院。他咋啥都没有？冲他呀！会马派，会马派我，带了又拆了的，派我对吗？这马沉这个，派我，我才不派，要沉这个。那个车这个，很麻烦，没法，没法好点跳。忙完了。这个炮声，好个炮，给他换了，可不好好感觉，炮都用了，出来不出来了，马出来也没有气了，炮都出了，炮都出了，中炮我也换了，兵点儿不大，炮我换了，炮这有劲儿了，这他妈也没多少人换了，妈等他好好的炮给你吃，多亏你也吃不了。这个马也危险，是吧？套这个马，这个马反正也难受。不用，我现在可以打他的马呀，打完之后我吃了俩饼儿也行。强行捉他的马了，哎，那个住不过了，过住了，是马吧？马往哪儿蹦啊？过马呗，马不好蹦啊，往哪儿蹦？哎，没挂脚。完了，蹦不死了，就是他没有挂脚啊，这没有挂脚吗？嗯。哎呀妈！这个马跑了，妈的，他们都是这种马，一眼就，你都完了分一步了，分一步跑了，他妈死了，到家就落下了，就这，马挂不上脚了，马死了，马挂不上脚了，
跑这儿来了，老好嘞，讲一句吧。别住啊，那个住干嘛过去？俩住兵子，俩住过去啊？过再过个兵，过一个，里头的兵，一会儿再上香，你说什么过去？没有路的俩马，别的有马都不好办。官兵一拉就没腿跑。高兵他吃完马了一会啊？高兵他吃你这个马呀？咋吃呀？啊？没啥意思嘛。那你别的下劲了，国兵还在那项目上呢。国兵好，国兵家兵跑一套兵馆子了。国兵他吃你妈了呢？吃你妈！你不过。他妈你不会回去？下劲了啊！你妈回来，你不想放火他的马呀？我，他哪有过他马呀？我不想放火他的马。他的马见到这儿去难受了，给他放火了。他弄这啥货？他吃了你的马了？你的马？你高兵不吃你马？你的马都不会跳到？他你的马你不进到那兵营了？你有马别名了啊？他都不真有马。你让他马活了哈，这也是。你让他活吧。让他马活了，去看这马也没意思。让他马活了，不困着马。你兵大一回，你跑一腿子了吗？不困着马。拉住手，又拉住就没下去打打吗？俩猪拍一串，赶跑回去。我，他掉过来，他直接掉过来，直接掉过来。起步了，掉了。起了，住不要了。嗯，哎，住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多余。嗯，哎，住要了，你跑用不上劲儿。哎呀，你刚住一排，刚跑捞回去不就妥了？一会儿加个中炮都给劲儿，你加。哎，不敢想。哎，不敢想，一下一跳马。对，他一下我先跳马，先去扑凑，一会儿再加中炮。中炮反正一会儿还能加。香了，肯定不少，不少你都在支持，都是好了，不少你都在支持，成家里头都散了，成家里头都散了，香了吧？还有更爽，还有多味儿，你干嘛调调吧你？城市的，先拍一下，拍一下呢，先调调多少？调调我给你看了。这点跑坑了，那我家我家我说是了，啊那还有还是坑了，那哪坑呢？哎，他只能挑吃，那哪坑呢？他把家删了，他坑不了了，那哪坑？你想只有马吃了，我一讲，我讲着好，我讲分炮要啥了？我讲的三将，三将分炮要啥了？咋走啊？出将军头害死他，要不？对不对？出将迎头两边排，不敢干，那那兵不能下。哦，只能甩炮。这学啥了？不好接了啊，只能啃炮了。出不来将了。然后我还会从这边，我是从这边，从这边，从那边是一家，好的，还是从这边好点，我朝这边走一点。我是从这边，从这边正好行。城市边反正这个牌面吧，你也不好玩儿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城市边这个牌面你也不好玩儿。行，哪边都不好走，哪边都不好走。嗯，你这光线没有事了？你来下吧，歇会儿。